为什么别人的西施都是法盒，而你的西施却只能当工具人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是因为你的西施连招一直都是错的？最近我发现很多粉丝发来的投稿都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。先看一个镜头，中路蹲到了老夫子，注意看这个粉丝的连招，213、12。如果你平常的连招跟他是一样的，那么恭喜你，你的西施掉坑里了。然后我来教一下你们正确的连招应该是怎么样的。首先213刷新二技能的冷却，然后先把刷新了的二技能放出去，再用一技能去拉人，拉完人之后二技能又刷新了，先丢二技能，然后再拉一次，最后直接二技能爆炸收尾。总结的话，连招就是21321，然后212。然后再来对比一下两个连招的区别。首先，错误的连招只能打出2个球的伤害，而正确的连招可以打出4个球的伤害。其次，错误的连招无法将一技能的控制效果最大化，因为你起手就损失了二技能的减速效果。所以在实战中，你的连招是错的话，那你就很难单杀对面。你的西施如果想要完成法盒，就一定要有单杀对面的操作，否则你的西施一辈子都只能当一个躺赢的工具人。